网友称台中最浮夸的火锅店棉花糖火锅，在吃之前还要先许愿，这家水准真的有在排行榜中哦。太敢吼奶黑梅森，某天在 Google 上看到这家粉到爆炸的火锅店哦，身为猛男的我怎么能不去呢？今天就来介绍在台中南屯区的老锅风物锅物哦，装潢粉粉嫩嫩，在开动前还会提供护法，防止味道残留，真的太扯。这棉花糖用神灯淋上寿喜烧酱，阿拉丁就出现了，别忘了要许愿哦。他们家的肉盘不只可以直接涮锅来吃，帅气的店员也会在你面前直接用你点的肉料理，变化出各式各样的口味，真的爆好吃。我第一次吃火锅感到好有乐趣哦，我要说他们家的猪肉软弹爽口必点。再来这个由独角兽守护的浮夸系海鲜拼盘哦，海鲜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哦，生蚝大的不像话，鲍鱼 Q 弹又性感哦，生食及干贝还可以做炙烧的，这家我真的非常的满意。他们还有麻油蛋面线和超浓郁的金华杂炊可以享受哦。最后再来生吃和牛吧，各位你们不要被骗了，这些其实都是冰淇淋，是不是超厉害的啊？真的超像牛肉的，我只能说老锅真的很用心耶。